像你这么乐观又善良，对人总是无条件的信任，然后又全力以赴的去努力，是因为你生长在一个非常幸福、拥有很多爱的家庭。我可以爱你。你以前的人生我参与不到，但往后的日子你会有我。你的演技真的是越来越好了，我差点以为你真的爱我。所以你有感受到我的爱意？既然你这么好学，那为师的就再多教你一招。好啊，教我什么？男女之间心动的必杀技，摸头杀。我哥办公室就在这里。我抓头，不让你摸。让我摸一下啦，我等下再帮你抓回来。只有我能摸。好闪哦！